大爷，过哪儿了？我扶你起来吧。这么了，好痛！我扶你起来吧。这么了，好痛！他是不是碰瓷啊？真的假的？喂，幺二零吗？我在大风那边。是不是真的？这位大爷，我也是个演员，你这样演不行啊！碰瓷的关键在于痛感，你现在痛感不足，没有说服力呀。哎呀，你看。 你还演一下都这么随便，你被车撞了，你就演一个，哎呀，这肯定过不了嘛。你演技不到位，观众没法同情你嘛。哎呀，我真的好疼啊！不对呀，大爷，太平了。你看我啊，哎呀，好，晕得太快了，大爷，晕倒可以，但是你要有过程啊，对吧？你扶一下头，哎，这雪江挺专业啊。 但是你前面表演差的太多了，你现在再怎么用力没法补救了，就是业务交流一下，别再往心里去啊，大爷。别拿了！来来来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，站一下。朝胸口第三肋骨轻微骨折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来，你也没事吧？准备起，小心点啊。 对不起啊，大爷。那个女的是家属吗？那个神经病，别理他。那个龙头，你在干嘛？会不会也是啊？痛苦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你会不会啊？你是这样，根据我的真实经历，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一定要大喊大叫的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你过来一下。 麻烦做个痛苦的反应看看，这个就是假的，帮个忙哈。哎，这就是真的，没有声音吧？你跟导演说说。导演，你觉得呢？导演，这里，这里，啊！滚远点！ 他怎么了？这贼到底不知道，你看怎么回事啊？喂喂喂喂喂！来了来了来了！需要演死尸的，死人装两天不能卸啊！演尸的剧？多少钱啊？2300。加点加点。我来我来，能不能给个露脸的位置啊？你还给我讲条件，我不要钱，给盒饭就行。就这样，走。我去，这是脑子有问题。 要不凉了啊！哎呦，你是寿星公，你不吃，别人谁敢吃啊？啊，吃。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小梦，今天你的妆很特别啊，好吓人呐！你拍戏好好玩哦。我这回演一个死尸，有特写镜头的，可以看到演技。 他们死尸还能看出演技，爸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死亡是一种有趣的情境。你想啊，如果现在你死了，全场都硬。你他妈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生日快乐！要快快乐乐的嘛。小梦，你乱说什么呢？快把妆给卸了。明天还得接着拍呢。你还真以为你自个儿是大明星了？你们是一块长大的吧？啊，你看这个逼仔已经是大律师了。 想想咱就不拘挂齿，你再看看猪猪，多幸福啊！找一个这么好的老公。你再看看你现在像什么？我们希望你啊是当大律师，不是死尸。术业有专攻，律师和死尸不分贵贱。我跑龙套也可以自食其力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你都30了，跑龙套跑了十几年了，当了女主角了吗？我相信凭我的天赋，只要我肯努力。 肯定能当女主角。对不起，妈，你相信吧。啊，相信，你可以的。喷一个屁！就他妈你把他给惯坏的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把你脑袋这破玩意儿摘了。真没法拆。
那我就再给你加把刀！来来，加上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行事特别到位，爸，拿着刀再跳一下，我做个记录。准备跳！太过分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傻妞，阿姨，我们三走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。我没有想过你。把你的垃圾都带走！爸，这些垃圾是你的。我管他们谁的呢？这烂泥扶不上墙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他妈你生的，好好。妈，有没有婚后反应呢？有。你呢？做开心反应，来过。行，跟我走。哎，生气的反应谁会？你。哼，妈的不行，你来。哎 ，OK， 走。哎，中绝招，中绝招的反应。你来。请问导演具体中的是什么绝招啊？你他妈哪那么多问题啊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滚开。韩兵长吧。好，韩兵长。哇。有病就去看病吧，别他妈在这传染我呀、啊！你试试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不去。哎呀，拿汤给他嘛。给他煲汤，你这不是明显跟我对着干吗？你就当顺道来看一下女儿呗啊！见他我就揍他，到时候你别拦着我，要不连你一块儿揍。你还凑到我面前找我爸，你是不是贱呢？啊，做个反应要什么前因后果？回回都是你是吧？我就是想更好的塑造角色。塑你大爷呀！塑看不见脸的，你以为你是主演吗？告诉你前因后果，你懂吗？懂就不会在这样捉龙套了。走，东子。别激动。你好。什么事儿？会好好说话吗？啊？人家演员向你提点问题，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他对表演那么认真，你看不见吗？谁呀、啊？说是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小心遭报应。神经病，吵我！不好意思啊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就好。去你妈的！你好。你做的那个韩兵长好有层次啊，我觉得很到位啊。还好吧，关键是想象力，你必须用心体会当时的情境。太厉害，我叫李阳。我叫如梦。哇，你也在看这本书啊？对啊。你也喜欢喜剧之王？当然啦，我超喜欢的。要不要来一段？在这儿。对啊。喂。干嘛？走了。是啊。去哪儿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喽。不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啊？喂！又怎么了？我养你啊！男朋友来了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词错了，不是，真是我男朋友来了，走吧。他谁啊？一起工作的。真的？真的，走吧。我这根火腿肠也给你。嗯，捏一半吧。嗯，嗯，嗯。我这个月领了4000，存到咱们的结婚基金里。你一个月最多挣5000，你给我4000，你还怎么生活啊？
我留一千就够了，我在剧组吃盒饭也不花钱。我出4500，这500你拿走。嗯，你别担心，咱们都说好的一人一半。我以为我爱你够深，没想到你爱我一样深。你真把钱给他呀？对啊。你怎么不给我呀？我又不跟你结婚。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呢，知道借我用一下啊。嗯。你干嘛一直盯着小米看呀、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你这么说我就生气了，看就是喜欢吗？我是打从心底里不喜欢这种人，他就是 low。你不觉得小米很漂亮吗？漂亮了不起啊，没内涵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品味。必须的。来，亲爱的，我想带你去见我爸妈。嗯。他们要是知道咱们俩在一起，肯定特放心。当然啦。其实我最近在忙一个大项目，等这事成了以后，你爸妈一定会以我为骄傲的。我真不想说出来，我查理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。一上来就当世界第一啊，先从第二、第三开始，会不会显得踏实些？我很踏实。比尔盖茨有几只眼睛？两只。那我有几只眼睛？两只。他不比我多，我不比他少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得到。太有道理了，听着，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，不是第二第三，你就是第一。别再想着拍什么网大网剧，要拍就拍国际大片。最近真的有一个国际大片在这招中国演员呢，这就是你的机会了。但是人家选的是白雪公主。你就是白雪公主。我白雪公主有几只眼睛？两只。那你有几只眼睛？两只。那为什么你不能是白雪公主？告诉我为什么？说啊，看我干嘛？说出来，有没有道理嘛？白雪公主，你就是。喂，你真要去打针啊？嗯。因为白雪公主是外国名著，我想整出点西方感觉。这样你都想得出来？顶级演员都这样。马龙白兰度为了争取《教父》里的角色，花了好大功夫改变脸型的。那么多废话，整容还不是为了漂亮？你们不懂，能变漂亮一点当然好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变美神器，新阳美容 APP， 上面有好多正规机构和案例。做的都挺好的，我知道一家80年的老字号，在哪儿？珠三珠宝珠宝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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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。师傅，我带了个客人给你。想怎么做啊？我想做成他这样。你确定了？嗯，不过我是第一次，有点紧张。这块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也紧张。您平时是做中国人比较多，对吧？坦白说，我做人比较多一点。嗯、毛你要做吗？什么毛？哎，这全身都是毛。他们毛发确实比咱们重一些，但是通常应该看不出来吧。很难看不出来哦，太专业了，但毛我就不要了。那太可惜了，效果只能维持2天，很简单，很快的不能搞定的。大夫，我想做个翘翘的小翘鼻。你再翘就变成鸳鸯锅了。鸳鸯锅？哎，随便呢，你喜欢就好。大夫，您总看那个星星是什么原理？我不看星星怎么动啊？为啥呢？
你要长成星星酱吗？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哇，你不早说！我要照镜子。哎，你别看呐，你承受不了的。你放心，我帮你搞定。快躺下。哦，搞定。怎么样呀？我看啊。怎么办啊？好美啊！有多美啊？美到不敢看。现在好多了。等一下，干嘛？我来试镜。试什么？白雪公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来试镜白雪公主。你再说一遍。为什么说那么多遍啊？我怕我听错。我来试镜白雪公主。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我拦着枪了你们！让他跑了！拦住！拦住！拦住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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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！还想跑啊你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来。老李，看，弄不弄？弄他！不要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柳眉33，秀堂60。这是干嘛呀？你别动，别动。你别动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选你的。啊！导演，我工作差不多了，弄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去现场了。导演，演员 OK 就过来现场了。好，去现场，演员到现场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段戏讲的是什么呀？可以的，他们马上告诉你。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看你就知道了，演员到现场，快！哎，好，站着别动啊！下一个啊！来，派演员，替身走开！演员进来，替身走开，演员弄走，快点！哎，让开！阿西，我不怕，你们就打死我吧！OK， 继续打。演员休息，替身过来。哎，不是，替身过来，来，转过来。抬起头，哎，手指举起来，哎，手指举起来，拍戏了，看好前面。二十。你们真的打死我！看，看，非常好，七个小矮人终于为白雪公主报仇了，我都看哭了。导演，我不是演白雪公主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不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马上拍白雪公主。马老师，叫那个过气明星快点啊！现场都在等他。说谁过气了？我。说话小心点啊！
长得好看就行了，只有一个镜头。啊，马老师，我们今天这场戏是你演的白雪公主被巫婆陷害，你吃了毒香蕉之后变成了男人，王子喝多了没有看清楚把你睡了。是我睡他还是他睡我？都有。王子醒来之后发现你是男的，没有办法接受，就要把你杀掉，但是却被你反杀。王子的所有手下到处追杀你，逃到了唐人街被砍了，你身受重伤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。你太残忍了吧。其实我是想致敬张彻导演的暴力美学。张彻暴力美学，您懂不懂？对，不是对，您懂不懂？你觉得呢？我不好说。我当然懂了，不就是暴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一个你被砍之后很生气的反应。 OK， 好，准备。好，来，挂一下肠子。开始。一个，二三，停了，我还生气。看，马老师能不能真的生气啊？我都已经说了我很生气，你们没听到吗？导演就你听不到，我说了，难道是假的吗？我不好说。不好说你就别说，谁没有逼你说？那能不能加一些女人味啊？我早就觉得应该加的女人味，毕竟人家是个公主嘛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开门 ，Action！ 啊，我很生气，我真的很……哎呦我去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？看，词错了。导演，你觉得这是台词吗？啊，我的肠子为什么是火腿肠？马老师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春节档不能太残忍。你刚才不是说都出暴什么了吗？是暴力美学。我的眼睛都爆出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配合我呢？我们面向家庭观众有很多小朋友的，暴力美学中要带出一些天真可爱的感觉。我看到我自己的肠子是一个火腿肠，我都快笑出来了，你让我怎么投入啊？这些商业考虑很复杂的，你这么伟大的演员，一根火腿肠难不到你的。当然难不到我，但是你们也太不尊重观众了吧。还春节档，那再加一个天真可爱的肾好不好啊？哎，上去下一个肾。好嘞，马上。导演，你觉得这个行不行？加番茄酱看看。Oh my God, so bloody innocent！ 就这个。别这么好啊！什么烂导演呢？拍的妈垃圾电影，这要跟以前我早就想抽他了。为什么还不抽啊？哎，我现在他妈的有修养啊！你笑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在笑我吗？我那么笑你，你还笑我？有那么好笑吗？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马老师生气了。孟姐，真的是你啊？李阳。对呀、啊。你这特效妆、啊。是啊。刚刚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。那你吃我的吧。不用不用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能再拿一份吗？一人一份，好个龙套天天显示证明，走。我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？干嘛？盒饭做出来是不是让人吃的？神经病啊！你回答我，回答我。干嘛？回答你什么？盒饭做出来，它是不是让人吃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他没有？他谁呀？就是化着特效妆那个女孩子。你回答我。
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他为什么没有盒饭？他为什么就没有盒饭？好了。你干嘛拿瓶子砸自己啊？难道我砸他吗？没看到他那么大块。哎呦，你这是……见他闺女没有？没有。就这么走了？走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在剧组我碰见马可了。谁是马可？就是马可啊。谁呀？哎，你别管了，他好像心情不太好，把我盒饭都打翻了。后来我想再要一份，他们死活不给。但我要走的时候吧，他们又塞给我一份。你说这是不是代表我的好运就要来啦？你一个跑龙套的，想太多了吧？别总瞧不起跑龙套的，很多大明星都是跑龙套出身，孙俪啊、刘嘉玲啊、赵丽颖啊。你条件有他们好吗？各有千秋呗，我比他们还要努力呢，跟你没法聊。总之，机会就是留给努力的人的，总不能我站在大街上就有人拉我当明星吧。小姐，有没有兴趣拍戏？谁让你？大制片人啊。你好，我是演员小梦。你好，我们有一部戏正在找人，有没有兴趣试一试？好啊，我想试试。不好意思，不是你，是你。我，对，试一试吧，我们公司就在这边。来就是试试嘛，别难过啊。他们选我当女主角了，真的。我什么都不会，选我干嘛呀？我进去，他们让我把妆卸了，让我说了两句对白，那个人就算是我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啊？多好的机会呀！换作是我，少活50年我都愿意呢。可是我不想呀，我现在特别害怕，我不想当演员。没事啊，我性格这么纯情，不可以被娱乐圈污染的。我不介意被污染，要不你跟他们说，让我替你啊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我说我让我外面的朋友来啊，他们说死都不要，死都不要。对呀，死都不要啊。死都不要。怎么办呀？江总和黄总今天下午过来。车在那边。好的，事情都办好了。放心吧，都办好了。嗨，怎么还在？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好好把握。要不要送你？好呀，我家离得很近。坐后面吧。找你这么快就搬走了？全都搬走了，连我的香皂和卫生巾也拿走了。我早就说过这个人 low。 我为什么要和小米一起吃饭？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选我的。就算小米不在，他们也不一定会选你。机会不是留给努力的人吗？说明这不是你的机会啊，这是小米的机会。但是他不努力，机会就成了误会。继续坚持，你的机会一定会出现的。对，以后我要更加努力，把我的简历发遍全中国。我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才是演技。
说得好，千万不要有负面情绪。就像我的项目还欠着启动资金，也没影响我啊。还差多少啊？2万。要不先拿结婚基金的钱吧。不可以，不然我们就永远结不了婚了。那我加班或者找个兼职。别担心，你先做好你自己，不然我会心疼。快点啊！麻烦你帮我记一下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这边有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最近缺钱，有没有价高一点的角色啊？价高一点的？你凭什么呀？凭我什么都可以演，不挑活儿。你叫什么？帮忙看看吧。谢谢啊。She looked perfect. No, we gotta change the lighting or something. 边个揾翻嚟嘅替身？我求下你啊，婶，着翻件衫先啦。唉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真系吓人。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也没想到他脱了衣服那么烂。你系咪玩嘢啊？揾啲咁嘅嘢翻嚟，又冇身材，又残皮。个啰柚仲有积，对不起导演。如果咁都得嘅话，不如我嚟啊！渣渣啦，梦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导演就是说我身材差，皮肤皱，求我把衣服穿上而已，我挺开心的。马上，导演，等一下，我演的雕像是动还是不动？妈的，你见过会动的雕像吗？没有，那为什么不用真的雕像？因为真的很贵的。少啰嗦。梦姐。演雕像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哦，是通过想象力进入无生命体的状态。我试试。准备准备！好，现在开始拍。王子起床发现白雪公主是男的的奖器。安静。四边一次。安心。你是谁？白雪公主啊！我睡了你！看，你怎么能这么演呢？是我走心，你走肾，这么上心干嘛 ？What? I run hard, you run and catch me. You no pure heart, understand? What?导演，找人跟他说声谢，来，还有我反杀他的正义。28点，按照 timer， 快过来，快过来。马老师，台词 OK 吗？别废话了，天都黑了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。什么词儿？看，千错万错都是我肉体的错，你这个负心人。好，再来 ，Action。千错万错，这是谁的错啊？看。千错万错都是我肉体的错，你这个负心人！知道，来 ，Action！ 千错万错都是我肉条的错，看，对不起啊，马老师，是肉体，啊，都一样，发音差一点点都能听明白了。因为我们春节档很多小朋友，发音准确点比较好。小朋友还管你发什么音？要不你说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后期配音。你让我数数，你侮辱我啊！不是，这样方便一点。方便你早说啊！我他妈压了一大圈，你现在让我说、啊，病来拍啊！来准备，开始。1、2、3，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知道，来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，哎，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他妈对白谁写的？这驴唇不对马嘴，真能记得住吗？我中文不好，直接说英语算了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， 刀神壮，很刀神壮 ，My Mr. Wang， You make chief hurt people。
他在干嘛？看，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简单英语你听不懂吗？我真不懂，但你的样子……当然不懂，是你逼我的啊！那我来了。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马鲁讲戏了，不得了了，马鲁讲戏了，不得了了。我亲手一刀杀死了我的爱人，里面情感复杂到顶了，伤心、恐惧、自私、虚荣、骄傲、兴奋、害羞等等，那个情感，那他们一直，他们情感就是情感缠在了一起，然后又走。你懂了吗？你还看我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刚刚发病了。发病？我眼睛都爆出来，你说我发病？看到了吗？我爆出来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马可在这讲戏，你在这睡觉。对不起，马老师。怎么又是你？来，你过来一下。雕塑这么干净，一点质感都没有，怎么拍电影？走开！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不是故意的。来，躺着，快点，躺着。啊？这一点都没有质感，你这么干净，这怎么拍电影？能好看吗？不能，能有质感吗？这弄来弄去，这还是不脏。算了，这个雕塑也不用了。哎呀，慢点，干嘛？快过来。喂，最近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挺好的，妈，很顺利啊。顺利就好。你一定要记着，在外面啊，虚心的向其他人学习。你都说过好多遍了，我都记着呢。哎呀，我和你爸呀，就是担心你在外面受人欺负。不会的。这每个人都很喜欢我的，真的。那就好。啊，对了，妈，爸还生我气吗？哎呀，没有啦。你爸他头疼，在屋里躺着呢。你替我跟爸说。我爱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大声点。去你妈的，走开啊！你们卸妆在外面。感动吧？去你妈的。怎么了？感动吗？梦姐，你没事吧？李阳，我求你别再问我有没有事了，好不好？你的脸上。太过分了。你干嘛呀？别给我找事儿了，我缺钱，以后还得混的。你早说啊，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你要多少我给你啊。你别再玩我了。你是谁呀？觉得我还不够惨吗？我想帮忙而已。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你就给我死远点。对不起。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
扮靓啲，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，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星星叫，睇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愿到荒岛去长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做戏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马老师，这是整部戏的第一个镜头，你吃了毒香蕉发现自己变成了男人，我想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惊恐，不然整部戏就会垮掉，不是那种啊，是真的害怕。哎，你演一个我看看。可以通过眼神的表达。咔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再来。是真的感觉有咔、啊、你这样演下去的话整个戏都会垮掉的。再来再来再来，譬如说就是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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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别演了，你跟姐休息一会儿。其实是咔，滚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开心是吧？不好说。大家都出来混的都不容易，互相给个面子差不多得了，你有必要这么较真吗？常务，弄盆水给他洗把脸。苏导，王老师，您看新闻了吗？我天天拍戏哪有时间看。前几天被你骂的那个女群众演员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她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上吊自杀的。穿了一件红色衣服，怨气太重了。你带你是干嘛的？没人啊。穿红色衣服对着墙站着那个看不见吗？马老师，别玩了。哎，哎，要特写他惊恐的表情。OK。导演，我看墙干嘛呀？前面不是墙，是海。你在溜冰场看海，你发现了心上人马老师，不敢直视，就用眼角羞答答看他，再躲到墙后偷看一眼，明白吗？明白。Action。现在你鼓起勇气，笑着把项链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他。Action！没事，你等一下。对不起，马老师，你别生气。我要的就是这个表情。你可以的，我们继续。来，找哥哥。好像生气了。好，你好。我就起一个。这，你们想办法，怎么赔偿我？对不起，马老师，我只是想要效果好一点。你想要什么效果？你可以跟我说。我这么有实力派的演员，我又不是做不到。我一直都有说，你一直做不到。但你们就用这种丧尽天良的办法来对付我！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马老师尿裤子了！你说什么？大家注意了，马老师不是尿裤子，只是裤子湿了。我已经跟你分手了，我马上出
重阳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受过今天这么大的侮辱。一个群众演员，可以欺负一部国际大片的男主角啊？他这叫什么事？还有王法吗？你还敢站在这儿？你别走，你走。对，你走。是你，马可，你走。其实你们年轻人，经验不足，用这种方式，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因为你的演技太烂了。我想进来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请我呢？因为你便宜啊，只有你有时间。你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以为你有这个机会会好好珍惜，但是呢，你失败是有原因的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演员。没时间了，天都快亮。哎，大家抓紧时间来，再来一条。外面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，哎，快点来。不用了，我们换人。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已经做出让步了。欺人太甚不是你的绝活吗？等会咱们聊聊。哎，该干嘛干嘛，都动起来，都动起来，干。导演。其实你能给我这个角色演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我做梦都想怎么应该报答你。可不可以把剧本还给我？你别这样，我已经七八年没有工作了，我不能丢掉这个饭碗。给我个面子，我把我的片酬分你一半，成交吗？帮帮忙。帮不了。帮帮忙。把剧本拿回来。二婶。哎呀，这样不好！放手，给马老师一个面子。放手，帮忙！放手，放手啊！马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。不用说了，我不知道情节是这样的。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同情。我一到这儿。就像打架，你那叫打架，你是打自己。哎，马可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原来你还在拍戏呢，你还没我长得高呢。哎呀，你的皮肤都松了。爸妈，哎，这是我女儿，你干嘛拍张照片？来，一起拍张照片。别拍了。哎呀，来来，比个心，老头儿，比什么心呢？比个心啊，乖，阿姨疼你。笑一个，一二三，耶！可以了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马老师打扰了。哎呀，马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是看着你的《孤儿寻亲记》才喜欢上演戏的，你可是她的启蒙老师啊。妈，别说了。马老师，你别见怪，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影迷。马先生，我女儿就是不听我的，她不是干这行的料，你可以帮我劝劝她吗？她很努力，她会成功的。谢谢马老师。好帅呀、啊！什么角色？还行吧。这是哪个大腕的车？梦姐，你看这20万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叫人去取。你别胡闹啊！把剧组道具抄拿出来，要做活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等一下好吗？再等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梦姐，你先拿着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找了个兼职，钱凑的差不多了。那好吧。原来你真这么有钱啊！对啊，家里做生意的，有点小钱。那还出来跑龙套？兴趣啊，但是很快要去国外监管生意，不能再来玩了。你好棒啊！那我走了。啊，梦姐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也喜欢你。不是不是这种，是男女的那种。我把你当朋友，
你居然想睡我？耶耶！你喜欢我什么？你心里美啊？哎，又是这种话，意思就是我丑呗？不是不是，你长得也很美。太假了，想象力啊，来个真一点的。你长得好美啊！算了算了，这不怪你，台词太过分了。对对对。你还对，你还对。我有男朋友了，我知道。还是谢谢你哦。那我走了，记得回来看我。去美国，一时间回不来。大老板呀，好羡慕你。是我羡慕你啊，梦洁，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加油。嗯。外卖到了，真是明把手，麻烦给个五星好评，谢谢啊。这是我的，谢谢啊。这个你的。小米，睡一下吧。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认识啊。嗯。陈导演，天哪，真的是你，太荣幸了。导演，我是您的粉丝，我特别喜欢您的电影。谢谢。等一下吧，就是。其实我也是个演员，我叫如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什么都愿意演。好啊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如果您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挺好。谢谢。我先不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你看一下这个台词。导演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会给我什么角色呀？我提前回去准备一下。哎，你们很熟吗？不熟。我们再通知你。你先出去吧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能加您的微信吗？我可以随时来面试。没有微信，你怎么还不出去啊？啊，没事，借用一下笔，我给导演留个电话，方便导演通知我。马上，出去了。好，好了，谢谢您。我们不会通知你的。不是说会通知我吗？哎，等一下。我刚才是在客气，不想伤害你。你从来不照镜子吗？每天都照。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我有。你没有。是，我知道机会很难得，我愿意等。你不用等，永远都没有。永远是多远啊？永远就是从现在直到宇宙毁灭，懂了吗？那宇宙毁灭之后呢？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这种，又不行，又没有自知之明，还不死心，整天出来搞事情。我们要吃饭，你不是送饭的吗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打扰大家了，我带他出去。走吧。干嘛呀？丢不丢人啊？我就是想争取一下。算了吧，这是命。你知道什么是命吗？什么是命啊？我不想当明星，却当了。你非要当明星，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，这就是命。别跟命运做斗争了，好吗？查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陪客户呢。我想见你。我等一下还要开会。房子都快疯掉了，我再打给你哈。你等一下，你别挂。什么事？你今天穿什么衣服？我每天都穿同一套衣服，白衬衣黑西裤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我随便问一下。再说吧，拜拜。
这么巧，表姐。亲爱的，这是我表姐，你等我一下哈。他是谁呀？客户嘛。为什么我是表姐？随便，不要纠结名字。我去问问他。哎，他确实是我客户，你也是我客户，我是做服务的，好了吧？什么服务？就是那个合约男友嘛。你出来卖啊？随便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为什么又是我？是我命不好吗？是因为我蠢吗？不要说出来嘛。蠢人好啊，蠢人多快乐。好，那你把结婚基金还给我。这个钱嘛，我会一直替你保管的，你别担心哈。你要的钱我都给你筹到了，你想骗就骗吧。这不是骗，我是收费的，你别老想着吃霸王餐好不好？你从来不觉得我做演员会成功对吧？你会成功的，你是最棒的。你再给我钱，我再继续说，说多少遍都可以。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我的。你还哭？别搞我了！你别搞砸我饭碗，表姐，都叫你不要吸毒了，会害死你的。不要再找我借钱了，回头是岸吧，表姐。你说的对。不应该借钱给他，借钱给他就是害他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睡着了？你喝醉了吗？你自杀？当然不是。哦，难道你是在拍戏吗？你是演员吗？没有。我不是演员。我醒了。那都说你睡着了，很危险的。别再这样了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下一刻镜头，下一刻镜头是这样。副导好，马老师啊，好久不见，来演什么？一个英勇阵亡的军人。好啊，好啊，躺那边，快点，那个服装化妆准备好了啊！哎，是这里吗？你们的头都靠近点儿。别动了啊！哎，是闭着眼睛死还是睁着眼睛死？无所谓了，那我就睁着眼睛死吧。毕竟是在这战乱中死亡，家国仇恨，这种死不瞑目，应该到壮烈。来了来了，准备 ，Action！ 保护长官，小心！快走！你看什么鬼？在哪里干的？腾讯卫视。你看，对呀、啊，戴着项链儿。你看马可这傻叉。你知道马可吗？不知道。咦？不是。真掉出来了。
我们要不要分手？今天我还没看够呢。对呀，怎么看都觉得好笑。笑死人了。真的。咦，马可啊，马可。对呀、啊，真的吗？真是个马可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是马可吗？哇，哎，挺像的。是是吧？哎，是马可，就是马可，哇，真的是马可，马可呀，马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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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马老师，马老师，这是后面马老师，这是后面马老师，拍拍，一直拍照，一直拍照，马老师，你那个视频超级好笑，我好喜欢看。能邀请到您，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关于您咸鱼翻身的事情吗？什么咸鱼翻身？就是您又爆红了呀。不是，我是问你什么咸鱼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说我死了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咸鱼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咸鱼翻身？演得好。这必须的。马可老师的演技真是随时都在爆出来。对，因为这快要爆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的。那你能给我们重演一遍那个吓尿的经典表情吗？我觉得你这边节目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看，咱不要做这个动作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对。那您接下去有什么计划呢？接下来我有很多一些国际大片的这种邀请。我见过马可，惊悚，这就是我上过他的视频。你也是演员啊？我以前做演员的，你有见过李小龙吗？我什么龙？喂，今天收拾一下，就这么走。您说您的人生也算是大起大落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觉得是还是蛮幸运的啊，不是说谁都有这样的经历啊。哎，我挺感谢在视频中吓唬的那个人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。那他是谁呀？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，但。他是个演员。小梦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呀，今天怎么那么帅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马老师。哦、啊，对，马老师，刘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。其实他也没干什么，就是吓吓你而已。我的胡子都给他吓白了，这一辈子，我根本就不感谢他。来来来。哇，真行！马老师，啊，你最近好火呀！多亏你长得这么恐怖。哎，这女儿怎么生的？你过奖了。像他爸。像他妈。像他爸。像他爸。都像啊！也恭喜你啊，入围了周星驰导演新电影的选角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就是要选一些实力演技派的新人。我看到你的名字了。在哪儿看见的？那网上啊。明天就在北京举行了，你看。哎，这怎么没有？哦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有新工作了，不做演员了。怎么？我现在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，还开了一个网店，收入还不错呢，爸妈都挺开心的。是啊，小梦现在过得挺踏实的，是好事。好事。王对，是好事，挺好。怎么了？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你是更年期呀？好胡说，人家那么年轻，心脏病吧？哎呦，赶快找医生！哎呦，不用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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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了，没事。我就是看着小梦她过得这么好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好像是打不死的拳王，突然还没打你就投降了。我不是投降。我是有自知之明，不再做明星梦了。你这就是投降。马老师，十几年了，我每天都被嘲笑、被拒绝，没有人愿意看我演戏，也没有人尊重过我一秒钟，我受够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投降？这不是投降，这是因为我自己根本就不行。这个世界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的。我早就跟你这么说了，你
你偏要干呢？随他吧，他总是被人欺负。我知道，全明白，这我深有体会。其实，我这次过来就是专门说声谢谢的。我现在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那把饭吃了再走吧。哎，马老师，吃了饭再走，是马老师。我觉得，只要不投降，就是成功。这还是你教的我。要不我去试试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你说你有什么用啊你？走吧走吧走吧走，起来订票。哎，啊，火车还是飞机啊？啊，飞机。啊，吃饭了。头等舱。哎，滚！不用这么多吧？拿着，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啊！我告诉你，票已经买好了，赶快走吧。是头等舱吗？哎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爸最好了。哎呀，你个臭丫头，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好嘞。家里钥匙拿了吗？拿我是机器人，谢谢，下一个。老师好。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香菇。可以了，下一个。快点，下一位。太好了，下一个。老师好。可以了，下一个。对不起，我酝酿一下，五分钟就好。哎哎哎哎哎！现在还有100多人呢，五分钟。谢谢，非常好，下一个。老师好，我可以用手发声。下一个。对不起。才艺表演了，现在。白痴。老师好，我演一位英雄。好，开始。间谍，好，开始。啊，老板，在干嘛？打牌就打牌嘛，不要啊！哇，你好痛，老板，不要用皮带啊！你好，快点啊！哦，我演一个骗子。开始。快点啊！我们100多人呢、啊。表姐，亲爱的，这是我表姐，等我一下哈。他是谁呀？客户啊。
为什么我是表姐？随便了，不要在乎名字。我去问问他。哎，别别别，他真是我客户，你也是我客户，我是做服务的，好了吧？什么服务？就是那个嘛，合约男友。你出来卖啊？随便啊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为什么又是我？是因为我蠢吗？你不要说出来呀。哎，蠢人好啊，蠢人多快乐啊。你要的钱我帮你筹够了，你要骗就骗吧。哎，这可不是骗，我也是要收费的。再说你别老想着吃霸王餐好不好？你从来不觉得我做演员会成功是吗？你会成功，你是最棒的。你再给我钱，我再继续说，说多少遍都 OK 啊。喂，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的。别想砸我饭碗啊，表姐啊，都叫你不要吸毒了，会害死你的。回头是岸吧，表姐。谢谢。你演戏你别打我啊，我又不是表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哟，你换一下角色演被骗的那个可以吗？好。你出来卖啊。随便，怎么说都一个意思。你怎么会出来卖呀？你别哭啊，他会怀疑我的。我长得像个智障，凭什么出来卖呢？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请你不要说我是个智障，这根本不是一个事实。说到你痛处了吧？你肯定从小就被人当作智障，所以你才到处骗人找自信。胡说八道，我从小就人见人爱。他们不是爱你，是可怜你。你闭嘴。你闭嘴。就像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不配得到爱。我人见人爱。人见人爱啊，长成这样还出来卖啊，打爆你。你干嘛老这样？天哪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够了，下一个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这边呢，你晋级了。干嘛的？我们来找女儿的。找女儿去派出所找，我们这儿有活动。楼上请。谢谢。听完刚刚这首歌，我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啊！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感同身受呢？好，我们继续颁奖。今年最佳女主角的竞争也非常激烈，在这个入围名单里面，真是集结了当今华语电影圈老中青三代的实力派女演员。那么究竟花落谁家呢？在揭晓之前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成名前的珍贵片段。原来林允以前挺漂亮的。是啊。这又是谁啊？
就是小梦吗？哎，对呀。今天晚上颁发这个奖，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，哟，这位演员真的是从电影诞生以来，直到宇宙毁灭都难得一见。别那么多废话了，人生啊，啊，就两个字，如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汪姐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很喜欢看你演的电影。谢谢。其实我也是个演员，你觉得我有机会吗？你真喜欢表演吗？我就是为表演而生的，我行吗？你不行。从现在到宇宙灭亡，你都没机会的，懂吗？我懂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只能回家种地了。不可以，你不要管我说什么，继续努力吧，你会成功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Thousands one. You negative hearted people. Negative hearted people. The.干嘛？我拉你嫂子名！张姐，哎，张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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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哎，你说上气表情，上气，啊！不，上气多一点啊，这样子，啊 ，OK，OK， 你做个开心的反应，相信。嗯，好，来来来，你，哎，这样子也好啊，这样子 OK 啊。上去了。对，你咋的？你马上走。一下可能一下吧，还是重的都一下。你大声一点。还要大声啊？当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可能大力打他一下，他就打了。
感曲中。勇敢去冲。